全军覆没。好，没错，今天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16上市了，大家又需要买到保护贴了。我们这次送严选严选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保护贴，相信大家用过之前的保护贴都发现保护贴有个问题，就是压到边边都会碎，或者是摔到手臂一下就裂掉。那我们 Snapfriend 今年就帮大家严选了一款陶瓷保护贴，也就是片这个拉伸保护贴，因为他们钢球那么高的测试下来都不会破，那我就不相信三米底破。来哦，好，哇。哎，没破！我靠！再磕，我不相信。哦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哎，我靠！可能是它破掉哎、欸。别人破掉，别人破掉，好瞎哦！啊，他没事。哎，我傻爆眼。你。超扯！哎、欸，你以后出去玩，我真的傻眼。你看，他买的全军覆没，只有 Paint Glass 好好的活着。嗯，好不好？ Okay. 底下留言传链接给你。对，拜拜。Bye